待会儿是有奖惩制度的。嗯，先给他拉块羊尾，让他吸一下。咽掉，咽掉。啊！呜！秦小姐，戴白帽子那位怎么称呼？查速图，查速图。给脑袋切一条。除了那个大哥，剩我都能说来。从旁边这位开始。这张九熙你都不认识了？不用这，我得给他切，他不认识我了，我操！学学蒙古舞好不好？哎，好。好，张九南跳得很妖娆，九熙一看就可以啊。哦，来。是这舞吗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来鲤鱼打挺好不好，师傅？哎，你要是这鲤鱼打挺没起来如何？我把那111头羊都送给他们。好，来来来，哎呦我。